星星开始布满夜空，繁星点点，颗颗闪耀，是我们平时在城市里所不能见到的。随着热情高涨的音乐狂欢在这一刻拉开帷幕，别有风情的篝火晚会开启浪漫激情的游侠夜生活。在主持人的开场白中，游客与我们工作人员一起点燃了今晚的篝火，走过往昔奋斗的汗水逝去，回收旅途。在这一刻我们没有烦恼，没有生活的压力。在一阵掌声中，我们看到我们的演员已经开始了武术表演，杀气腾腾，在华丽的灯光下显得有一丝张扬而又稳重。经过了武术精彩的表演，开始了我们的互动环节。五个小朋友在舞台上开始了抢凳子的游戏，惹得台下一阵欢声笑语。伴随着主持人的声音，游客们绕着篝火围成了一个圈，开始了我们的舞蹈鸭子舞，惹得大家一阵开怀大笑。游客们跳着舞蹈，哼着歌，一片祥和。伴随着音乐款款而落，我们的篝火晚会落下了序幕。游客们依依不舍地离开。霞天下举办的篝火晚会圆满成功，在瑞巴地嗨起来。霞天下篝火晚会等待您的到来。武林名帖在手，江湖路好走。开园时间8点17点，武林大会演出时间，武林盟主争霸赛每日的演出时间为11点13点30分、14点40分。此演出免费，演出会根据不同季节调整演出场次，具体以实际演出为主。自驾游线路：福州出发，福州绕城高速公路福银高速公路金沙出口 X126 汤川霞天下旅游景区3名出发，长生高速沿福银高速金沙出口下 X126 汤川霞天下旅游景区南平出发，长生高速 G205 沿福银高速金沙出口下 X126 汤川霞天下旅游景区厦门泉州莆田出发，沈海高速京福泉高速沿福银高速金沙出口下 X126 汤川霞天下旅游景区宁德出发，沈海高速沿福银高速金沙出口下 X126 汤川霞天下旅游景区游西出发，沿途 X73 武功行西尾乡汤川乡汤川霞天下旅游景区火车线路，福州动车站下车，动车抵达福州站，坐公交车到福州新溪客站，乘坐油漆班车，早上9点30，下午15点左右，共2班，到霞天下景区下车，3名动车站下车，搭车到3名汽车站，乘坐油漆班车到霞天下景区，或直接到油漆动车站下车，油漆火车站下车，搭车到游西汽车站，坐车到霞天下景区。